现在讲比干清净的这个句诵。儿时世尊欲重宣此一，而说句言：世人比清净，世人五种法师，由五品到六干清净，得到比干清净的人，于此世界中，在他就住在他这个世界里，若香若臭无啊，看这一句可以知道前面那个香啊，只是代表这个气味，代表气味啊，不一定是指的就是很香的香啊。那么所有的气味都包含在里面，例如牛羊等气呀、啊，那出的味道不见得是香，所以这里说若香味若臭味都能闻到。不过他比根清净了，也许闻到臭味也成香味了。种种细闻之，无论他什么样的气味，他都能闻到，都能知道，能闻到鼻根本身之用，知道是意根之用了啊，就是鼻根里面有意根之用。下面列出那个所闻的花香的名称啊，这些梵语啊，前面翻译过了，对照前面的长文可以知道，不必再解释啊。须曼拿、谢提、多摩罗、旃檀，这都是花香的这个名称。沉水即桂香，桂就是桂花香啊，桂花所出的这个香味。种种花果香啊，无论是花香果香，各种的种类都能闻到。极诸众生香啊，众生的香味，无论是人间天上乃至这个六凡八界众生男子女人香无论是男的女的所出的这个味道，他都能够闻得清楚，也知道。说法者远诸闻香之所在，如果有人讲经说法，住在很远的地方，他也能闻到这个味道，闻到这个说法的香味啊，他也能知道这个说法的地方在哪里，什么人说法，说的什么法，他都能够知道。这就说明他这个人得到比根清净啊，具备五根的圣用，其他五根的圣用都具备了。大是转轮王，小转轮即止。大是就是势力很大，转轮王就统摄一个世界的这个转轮王。那么在印度古代的说法，说是有四种轮王：金轮王统四天下，银轮王统三天下除北周，铜轮王统两个天下东南二州，铁轮王统一个天下就是南赞部洲啊。那么这个统四天下的金轮王叫做大轮王了，就是大势力的大轮王；小转轮王就是统一天下的铁轮王，是小的了，因为只有同一个天下称小轮王。及子就是轮王的天子，他的儿子。群臣诸公人，轮王所有的文武大臣，跟他王宫里面的所有的人物闻香之所在，闻到他的香味，同时也就知道他在哪里，轮王在什么地方身所着珍宝及地中宝藏，转轮王宝女闻香之所在。这个轮王所穿的衣服很珍贵很宝贵的这个衣服并及地面在下面的这个所藏的这个宝藏他闻香都能知道这个什么地方有宝藏那么这是等于是有天眼之用了。转轮王宝女是轮王七宝之一就是玉女宝闻香之所在，这些一切他闻到这个味道都知道这些都在哪里诸人言声句，衣服及银络种种所涂香，闻香之其身。世间人庄严身体的器具穿的衣服、银络宝珠、
种种这个涂香、墨香等的这个装饰身体的化妆品啊，他闻到这个香味，都知道这个人的身体在什么地方发出的是什么香味。诸天若行作游戏及神鞭，持是法发者，闻香信人之，这是知道天人啊，天上的天人走动的时候、坐的时候，或者是在游戏，或者现神通变化啊。那么受持法华经的人闻到他的味道，这个香味闻到之后，都知道他在哪一天，在什么地方。诸受华果时及酥油香气，持经者住持细知其所在。种种的受香啊，无论是花受、果受香，食是果实结的果实的香味，并且这个酥油，酥油是奶油啦，牛奶炼成的酥油，它出的香气，那么受持法华经的人住在这个地方，闻到那个味道，都知道这些东西在哪里。诸山深显出，旃檀受华肤，众山在中者，闻香信能知。深山里面很显耀的地方啊，那么有旃檀树，有花开啊，肤就是开啊，那么有众生在那个地方，那么闻到那个香味啊，都知道那边有众生，有什么香味，有什么树木。天为山大海，地中诸众生，持经者闻香细知其所在。按照印度古代的说法，这个四大部洲外围有天为山啊，天为山里面，从这个天为山到七金山的中间有这个大海水啊。那么大地之中所有的众生居住的地方就是陆地啊。那么受持法华经的人闻到这个味道，都知道那些地方有多少众生，是什么样的众生住，所以说细知其所在。阿修罗男女及其诸见书，斗争游戏时闻香见能知。阿修罗无论是男的女的啊，并且他的见书啊，阿修罗他是极度斗争好胜啊，经常跟天人争地位，所以他经常斗争啊。他在战斗的时候、增进的时候，或者是游戏的时候，那么闻到他的味道、香味一出现呢，那么都知道他在哪里啊。狂野显爱处，狮子、象、虎、狼、野牛、水牛等闻香之所在，这是知道动物的地方。狂野是深山没有人住的狂，很狂、宽狂的这个野啊，原野的地方，很显耀的地方。爱是狭隘的地方啊，这些地方如果有兽类，狮子。狮子的狮可以用师长的狮代用了，这个狮子不是师父的儿子啊，是山上的狮，山上的狮叫做狮子啊。那么本来动物的狮旁边又加一个还有一个四边啦啊，加上去才叫做狮啊。现在在佛经里面经常用这个师长的狮啊，写做这个狮子的狮啊。不过如果你写师父，就不能用那个傻亚的师了哦，那就把师父看作傻亚了哦。那么这个无论是万兽之王的狮子啦，或者是鼻子长长的大象啦啊，或者是老虎，或者是狼啊，或者是山上的野牛，不是人养的，是山上游的，是野牛啦，水牛是人养的，等于其他动物啊。那么这些动物的身上出的味道，闻到他都知道这些动物在哪里啊，所以说闻香知道它的所在，闻香闻它的味道啊，前面说是若香若臭物嘛啊，香臭都能闻，所以这个香包含这个气味啊，无论它是香气还是臭气啊，闻到就知道它在哪里哦，这个办法蛮好哎，假如你知道了上山就很方便了。如果闻到它的味道，哦，什么地方有老虎啊，什么地方有狮子啊，那就可以啊，不至于遭到伤害啊，你知道了嘛啊。若有怀孕者，未辨其男女，
无根即非人，闻香性人知。如果世间人这个女性怀孕这个鼻根清净的人也能闻到她的这个所怀的胎是男的是女的，能够分辨得出来或者是这个男女根不健全的，无根就是没有生殖器，非人就是这个例如说鬼胎了或者是怀了其他的不好的胎那么都能由这个一闻就知道了比那个检验还要厉害所以说闻香性能知闻到这个味道就知道这个母胎里面所怀的是什么样的人物一闻香立故，知其出怀孕，成就不成就，安乐产福祉由闻香的力量的缘故啊，知道这个所怀的这个胎究竟是能够成就或者不能成就或者是能够安乐的生产一个很有福德的儿子他一闻都能知道。一闻香立故，知男女所念，染欲失慧心因为闻香闻的这个鼻子的功用的缘故啊，有这个力量知道男女之间彼此心里所念，就是在这个等于他心中那么或者是有染物心，染欲就是贪心痴是愚痴心，慧就是嗔慧心，就贪嗔痴了，这一句就是贪嗔痴那么众生有贪嗔痴的心念，心里动的贪嗔痴的念头他都会知道这个闻就知道这是由他心通，等于是一根的功用。一知修善者贪嗔痴固然知道，修善也能知道如果是修善法的人，他一闻到他的味道知道他在修什么善法都能知道。地中种福章地下里面所有种种的这个所有的福章，就是浮在地下藏起来的宝物他都能够知道。金银珠珍宝铜器之所胜，闻香性能知。这个宝藏啊里面是什么东西，那个地下的浮藏里面是什么东西，如果是金子他一闻就知道里面是金，是银一闻也就知道是金你不用说是此地无银三百两你不要说不说这个此地无银三百两，他也知道你这个地方有银三百两他一闻就知道了。所以里面是浮藏里面藏的是金子还是银还是其他的珍宝，他一闻就知道。或者是这个装宝物的这个器具啊是铜的铁的各种五金的，他一闻也知道铜器之所成，成是装了装这个金宝等物品的这个器具啊，他一闻也知道这是用什么东西装的是用这个瓷器啊或者是用铜器啊各种的器具他一闻就知道。所以闻香性能知，这有天眼用，有天眼的功用，也有这个一根清净的功用。种种诸淫乐无能是其家，闻香知贵贱，处处即所哉。这更微妙了人在身上庄严的淫乐，印度人喜欢用宝珠做成淫乐挂在胸前表示庄严那么这个淫乐宝珠很贵的，究竟这个价钱值多少很难分辨无能是其价，没有人能够分辨这个宝珠啊价钱价值有多少，价值连城连几个城你不知道，可是他闻香知贵贱一闻到这个味道他就知道这个价值是多少要几十万几百万这个例如说钻石几卡拉多少卡拉多少多少价钱几百万他一闻就知道了不但是闻到知道它的价钱贵贱了，而且还知道它的出处这个钻石从什么地方来的，这个银落宝珠从什么地方出来的它在哪里才有的他都知道那么可见这个鼻的功用多殊胜
啊，那么这是对于比干本来是最没有用的，这里公用说的最主身啊。从前有个人呐、他有一个算石，那个算石不晓得多少卡拉了哦，如果说是几百万啊，价钱很贵的这个算石啊。那么大家听到那么贵那么好的算石啊，那么有一个文人呐、会写文章的文人，他听到这么贵的算石，他也跑去看了。看我这个有钱人拿着这个算石就拿去啊，你借我看看吧。他说借他看，他看看了啊，看看就看过之后，他就对这个物主啊，那个算石主人呐、说谢谢你，多谢啊、跟他谢谢。给你看看而已，又不是给你，你何必多谢呀、这个主人这样说了。那么我只给你看看嘛，你看过也我这个东西也不会损失啊，那你何必说多谢呢？看过就好了嘛，何必多谢？这个文人听到他这样说，这个东西不是看，难道你能吃它吗？你想想，这个算是几百万，这么高贵，不是看看而已，难道你能吃它吗？肚子饿了你能吃吗？那还不是看看而已，不但是我是看看而已，你也是看看而已啊。您想想，那些宝物你还不是看看而已，借你看看而已，有什么功用啊？看而已，所以这个世间所有的宝物都贵的东西，他一看知道，他一闻知道，这就显示他也有眼用，也有耳用，我这里刚才说的那个故事就可以知道，世间再贵的东西，只不过是借你看看而已了啊。古人有这么两句话，谁知世界金银宝？借你呆看数十年，世间的金宝银宝种种的宝物宝珠，只是借给你这个傻瓜呆子多看几十年了。你白了几十年，就看了那么几十年，临死的时候他也不会代替你死，那你也带不走，有什么用啊？这世间众生就是这么愚痴啊。四条沟，四了歌有这么一首歌啊，哈，人人都说修行好，啊，唯有金钱忘不了，啊，生前苦恨记无多，啊，记得多时眼闭了，记得多时眼闭了，那么人人都会说修行很好啊，我们都来学佛来修行吧，啊，人人都说修行好。唯有金钱忘不了，只是这个钱呐、钱我要啊，我愿意给这个蛇咬啊。唯有金钱忘不了，谁也忘不了。世界上哪一个不要钱呢？三岁小孩也要钱啊。那么生前在世的时候，他就苦啊，觉得哎呀，我赚的太少了，有十万想一百万，有一百万想一千万，生前苦恨积无多，储积不多。啊，等到积得多时啊，眼闭了，呜呼哀哉了，两脚一伸走了，再多也没有用，顶多是拿去做枕头吧。所以这个世间人都是这么傻，也喜欢那个金宝啊、珠宝啊，那么存了很多，实际上那没有什么功用的，只是增加你的烦恼而已。那么这个比根清净的人，他不会贪着这些东西，他一闻到他都知道在哪里，是从什么地方出来的。天上诸花灯，曼陀曼殊沙，玻璃之多寿，闻香性能之，这是天上的那些花香等啊。天上诸宫殿，上中下差别，众宝花庄严，闻香性能之，知道天上宫殿的差别啊，上中下。天上的宫殿呢，也有好的，也有差的啊。福报大的宫殿最好，福报小的宫殿就差一点，所以有上中下的差别啊。那么这都是不管你上中下，这是都是天上的众宝庄严的啊。那么他一闻香啊，闻到这个味道，都知道这个天上宫殿的这个差别相啊。那么这里也是比根有眼根用。啊，又能由意根用，才能分辨它的差别相啊。天元临圣殿，珠冠妙法堂，在中耳欲乐，
闻下信人字啊，天上的园地受灵赎圣的宝殿冠也是宫殿啊，微妙的法堂就是善法堂天啊。那么在中这个所有的天人在里面呢享受无欲之乐啊。那么这个鼻根清净的人一闻到这个味道都知道闻香心能知，诸天若听法破受五欲时来往行作恶闻香心能知啊。天上因为有第十天王说法啊，如果他们那些天人在听法的时候啊，或者是受五欲乐的时候啊，那么无论是气啊来啊啊行住作恶闻香闻到这个味道都知道天人在受什么啊。天女所着衣好花香庄严，周旋游戏时闻香信能知，天上的天人所有的啊这个动作啊，无论是在游戏周转啊，那闻香都知道。如是辗转上乃至于犯事入禅出禅者闻香信能知，像这样子一直往上升，欲界天知道之后再往上就是色界天，色界天都要靠禅定才能升的，所以这个翻天犯事就是翻天啊，出禅天。那么一直到四禅到油顶，他们入禅进入禅定的境界，出禅啊出定以后的事情啊，那么他闻香啊都能知道他是究竟现在是入定还是出定。光阴变净天就前面说的光阴天是二禅变净天是三禅乃至四禅油顶天，所以乃至于油顶出生即退目，退目闻香信能知，出生刚刚禅定修成了升到这个四禅天上退目就是从天上浮的响满了这个往下降了就是天上天人死掉的情况，五衰相仙死掉的情况也知道，一闻香都知道。诸比丘众的依法常精进，若坐若精进即读诵经典所有的出家众比丘众等就是包含比丘尼无出家无众都在里面，按照佛法常常精进用功修行，坐打坐静坐用功，精行边行边用功，例如说绕佛也是精行之一。若读诵经典读经诵经无论行住坐都可以读经或在灵兽下专精而坐禅，在兽底下坐在兽下落地而坐，在专一经就是一专一在哪里打坐修禅定，持经者闻香悉知其所在受持法华经的人得到五六根清净，他闻到他的香味都知道这个人在什么地方打坐在怎么样子用功都知道。菩萨智坚固坐禅若读诵或为人说法闻香信能知，菩萨就是行菩萨道的大圣菩萨，他的志愿很坚固才能修这个四弘誓愿那么行菩萨道自利利他，所以有坚定的志向做自利利他事业，这才是菩萨。那么他们在自修的时候也有打坐了修禅定坐禅，若读诵或者是读经诵经或者是为人说法讲经说法度众那么闻香都能知道这是菩萨道。出家人当然也有大圣小圣那么声闻众是比丘，比丘尼也有一样是有这个声闻众。那么出家也有菩萨比丘，菩萨比丘尼在我们中国佛教都是修过菩萨戒的，都是菩萨比丘，菩萨比丘尼那么出家众的修法按照佛制在戒律里面经常有这么一句话他说佛弟子出家众他应做的事业不出三种坐禅读诵修诸福业，能坐禅能修观的好好的坐禅修观，
不能打坐不能坐禅的，或者是读经诵经啊，那么坐禅就等于是如来禅祖师禅了，等于我们中国的宗教啊，宗门就是修禅定的啊，参禅祖师禅，读诵等于是教下研究教理的讲经说法的读诵啊。那么如果这两种都不行呢，那你就发心啊修诸福业。修什么福业啊？啊，为大众服务，办常住的公事，为三宝寺来发心去劳动，去做种种的工作啊。例如从前大陆的大丛林啊，一住就是上千人，最少几百人啊，它里面有禅堂，有念佛堂，有讲堂，那么各个由他的门类，喜欢修禅的到禅堂里参禅啊，那么什么事都不要管，一天到晚就是参禅。喜欢研究教理的到讲堂学教研究教理啊，那么喜欢念佛的到念佛堂。那么这三个地方你都不愿意进去，你想要修点福的啊，那么你就得当执事啊，那么或者是做这个饭头啊水头啊啊，或者是行堂啊，或者是香灯知客等等的指示，你发心去做，这就是修诸福业。坐禅一个，读诵二个，修诸福业第三啊。出家人总不出这三类，看你喜欢做哪一种，当然彼此都可以兼带了啊。那么像台湾没有这个大丛林吗？这一个地方，那你样样都得发心啊，那么也得坐禅，也得读诵，也得修诸福业，这都是佛所规定，出家人应当如此。所以这个比根清净的人一闻这个香味，就知道这个比丘这个菩萨在哪里做什么，坐禅啊读诵啊或者是说法呀，一闻香都能知道。在在方世尊一切所恭敬免众而说法，闻香悉能知，这知道佛这是知道佛圣十方世界的佛在哪说法，一闻这个香味都知道。在在就是在各地方了，在在处处啊，因为他这个句诵是五个字一句啊，被这个字数啊字数所限啊，在在就是在东西南北四维上下十方世界啊，这十方世界所有的诸佛世尊，世尊就是佛啊，十方世界凡是有佛说法的地方，为一切众生所尊敬所仰恭敬，佛怜悯众生而说法，做度化众生事业。那么比根清净的人呢，一闻到佛说法的香味，都能知道什么地方有佛说法啊，也能闻到他的法音啊。那这是比根里面有耳根用啊，那么知道佛在说法就是意根用啊。那么众生在佛前闻经皆欢喜，所有的众生在佛的诸佛的面前啊，听到佛说法啊，都生欢喜心，如法而修行，闻香悉能知，这是知道佛前听佛说法的人得到法喜充满的利益。那么他听了之后，那信受奉行这些，他一闻香都能知道这些人呢闻法所得的利益有多大啊，他怎么样子修行能够多得到多大利益啊，这个比根里面呢就具备他心属命一切功用都具备了。后边一首句诵总结，虽未得菩萨无漏法身比依，而是持经者先得此比相。虽然这个六根清净的人还没有得到菩萨的无漏法所成就的这个比根，无漏断烦恼，断烦恼啊，如果见思或断了，可以称为超出三界，就是无漏啊。那么他虽然还没有得到像菩萨修行的断烦恼的功夫啊，漏烦恼还没有断，没有得到无漏啊，他没有得到无漏法的这个比根，可是呢他现在受持法华经得到六根清净啊，就由上面所说的这个比根甚用之相
先的词比相，比的现象就是如上文所说很多很多啊。那么他一一都能知道，这就显示啊比根的殊胜功德。六根里面比根的文字最多，就是因为比根在六根里面它的用途是最烈，实际上与其他各经是平等的，所以千二八百啊，就是约凡夫修位而说，若性讲，若本性说，平等平等，没有差别。这是比根。后边第四说摄根的殊胜功用啊，摄根清净。夫次常精进，若善男子善女人受持是经，若读若诵若解说若书写，这是五种法事的前二百摄功德。摄根这是指的说法的功用，不是指的滋味的功用，滋味功用比较浅烈，所以越说法说啊，摄头摄根能够说法，说法的功用就大了，所以有前二百功德。若好若愁若美不美几诸苦涩物，在其摄根皆变成上味，如天甘露无不为者。这是越饮食方面讲。得到六根清净的摄根清净的人，在饮食方面无论是好的愁是不好的，好吃的不好吃的，或者是好看的不好看的，若美好的美也是好，不美就是不好啊。那么这些物品吃的东西啊，几诸苦涩物，世间上有些东西虽然可以吃啊，很苦的，从前的苦瓜很苦，现在的苦瓜变甜瓜了，不像苦瓜哦。从前的苦瓜现代人恐怕没吃过，我在小的时候十几岁在家里吃的苦瓜那才是苦呢，那个苦瓜小小的长长的它这个刺尖尖的那么煮下来的那个苦瓜呀，一到嘴里呀简直苦得咽不下去呀，想要吐出来，可是也得吃，不吃没东西啊，不吃不行啊。哎，有没有看过那个《一梦蔓延》啊，《一梦蔓延》一部书，明朝末清朝初的建业律师的自传，建业律师到了这个专于大师那边去参访，专于大师当时有一位很有名的这个禅宗大师叫做专于，他到专于大师那边去清经啊，正好是中午的时间，专一大师他吃的东西，那么这刚好这个建业律师也来了，那么就是跟这个专一大师同一个地方在吃饭，吃饭桌子上面只有一个菜，什么菜？苦瓜，这个苦瓜又是没有油啊，不晓得怎么煮的，大概是水啊加一点盐吧，那么更苦了，没有油是更苦的，这个建业律师用筷子捡了一个苦瓜放到嘴里呀，苦的一直在眼睛皱起来，皱得咽不下去。可是看到这个川渝大师啊，他吃的蛮好吃的，看到他蛮好吃，一直吃下去啊。这个时候建业律师觉得很惭愧呀，你看这个川渝大师这么苦的苦瓜，他吃的那么好吃，我咽不下去，该惭愧了。古代的苦瓜真是苦啊，现代人吃的都是甜瓜了，所以现代人不肯吃苦，因为苦瓜都变成甜瓜嘛，没有苦好吃了啊，要从前才有苦吃啊，这个苦瓜真苦。色相假相啊，什么东西色色的啊，如果是那个番石榴芭乐还没有熟的时候也是色的啊，那么其他还有一些水果不熟都是色的，吃起来也很不好吃，可是到了这个人得到色根清净的人，就是六根清净的人，吃到这些东西啊，在其色根皆变成上味，苦的变成甜的，色的变成好吃的，都不会不好吃，如果你修行得到色根清净啊，没有不好吃的东西了，凡是不好吃的到你嘴里呀、都会变成很好吃的，都是很香的了，这是道味帮助啊，不是世间的味道，
那是到位。修行的这个修道的功德加持所成就的那个味道，也就没有苦的了。所以有的时候吃了这个不好吃的东西不高兴，你不必不高兴，这是因为你没有到，你修行没有到家。假如你修行好的话，所有不好吃的东西到你嘴里都变成好的，不会有不好吃的。实际上吃的东西呀，假如你肚子饿啊，什么都好吃，八斗妖龙火甲啊。假如你肚子饿啊，天厨妙供给你，你肚子不饿，天厨妙供给你，你也觉得不好吃。为什么？不饿嘛。假如你已经吃饱了，吃的东西已经这个嘴巴张开了，已经看得到了，那你还能吃得下吗？再好的东西到你手里，你也不想吃啊。这是世间法上好像是如此了啊。那么现在是说修行功夫成就的人是根清净，所以不好吃的东西到他嘴里都变成好吃的。那么我们如果是吃到不好吃的不高兴啊，你不要不高兴，你就想啊，我道理不够，没有修行，没有修好。假如修好了，是根清净的人再不好吃的到他嘴里都变成好吃啊。所以现在人也很有修行啊，苦瓜变甜瓜了啊，那不就很好了吗？啊，不会有不好吃的东西。上面说的是饮食方面啊，那么如果是碰到这些不好吃的东西到他的嘴里都变成上味，如天甘露啊，无不美者，好像天上的甘露水，甘露那么好吃啊，长生不老，而且没有不好的，无不美者，就吃东西到他嘴里没有不好的，有修行的人到他嘴里吃的东西没有不好的。下面是讲的说法了，若以善根一大众中有所言说，出深妙声，能入其心，皆令欢喜快乐。假如用你的善根去讲经说法，在大众中讲说佛法给人听，出很深妙的声音，深说明所说的道理很深奥，妙是用巧妙的方法深入浅出，让人一听能够懂，能入其心，这个说法要使听的人能入心，这很重要。假如他听你说法就是好像听唱歌一样啊，过了就没了，那没什么意思。他听了之后能入心啊，这真有受用啊，我得到这一句佛法呀，我一生受用不尽，那是真正入心。那么由此得到法喜充满，皆令欢喜快乐，使这个听法的人得到欢喜。四悉檀，第一，世界悉檀欢喜一，最起码的，最起码的说法要使人听到佛法呀生欢喜心啊，这是最起码的啊。那么如果能够进一步为人悉檀生善一，正长善法，当然最好。对治悉檀灭恶一，能使他断烦恼了生死，当然更好啊。那么最好的第一义悉檀入理义，他听到之后啊，能够了解言外之旨啊，他能够闻到这个道理，深奥的道理他都能够体会得到，那是最高的文法啊，是闻理了啊。所以文法呀，有闻声的，有闻义的，有闻理的。只听到那个声音很好听，那是只闻声而已啊，那么道理他不了解啊。那么闻义就是经的消闻失义，他知道，可是这个言外之旨啊，他体会不到，这是闻义。连言外之旨他都能够提到，能够体会得到，能破三关，这是闻理最好的文法，那就是第一义悉檀入理义。那么最起码使这个听法的人呢，都能使令他得到欢喜，得到快乐。欢喜就是快乐，法喜充满就是快乐啊。假如你听法的时候听人说法呀，一个小时一下子就过去了啊，那么得到法喜充满，这就是一种法乐啊。这比起世间的乐，俗人的千万一倍。又诸天子天女，西方诸天，四方诸天，闻是深妙音声，有所演说，言论次第，皆悉来听。不但是人间的人来听法，天人也来听，
天上的天子啦，天女啦，还有地是天王、大梵天王，所有诸天听到你说法的深妙的声音啊，有所演说的时候啊，你的言论次第按照有组织的说法次第而说啊，他们都来听，接续来听，天人也来听法，这是我们凡夫肉眼看不到而已的啊。不但是天人来听法，八部众也来听法，所以接着说，即诸龙龙女，这是龙中夜叉，夜叉女，钱大婆，钱大婆女，阿修罗，阿修罗女，迦罗罗，迦罗罗女，紧罗罗，紧罗罗女，摩诃罗伽，摩诃罗伽女，这是八部。八部的名词前面讲过多次了，不必再讲啊。那么前面没有女字的是指男的，有女字的就指女的，这八部都有男女众。嗯，未听法故，皆来亲近恭敬供养。这些天龙八部等中啊，他为了要听法的缘故啊，都来亲近这个法师说法啊，来恭敬他，供养他，侍候他，尊重他啊。所以能善说法的人啊，天龙八部都来示威，都来啊保护供养。即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啊，这四众弟子，国王、王子、群臣、眷属、小转轮王、大转轮王、七宝千子、内外眷属，这世间的王众、神众，所有的大众，来听法。轮王有七宝，按照印度古代的说法，轮王有七宝啊。第一是轮宝，车轮的轮呐、啊。第一个是轮宝，第二是珠宝，有如意宝珠啊。第三象宝，长鼻子的象啊。第四马宝，马呢啊。第五有主宾臣宝，就是武官呐 啊领导宾众尊重的啊。第六是主藏神宝，这是管经济的啊，管钱的主藏神啊。第七是玉女宝，玉女啊就是转轮王的啊，这个妃子啊。这个七宝，据说大转轮王有一千个儿子，所以叫做七宝千子，所有的内外眷属啊。据来听法，他们如果是天人带入宫殿都来听法啊。所以晨起宫殿、圣起宫殿俱来听法。于是菩萨善说法故，他们为什么来呀？因为这个菩萨很能说法啊，所以他喜欢来听。婆罗门居士国内人民尽其身受，随时供养国家，国内的人间的人，婆罗门其他宗教家也来听。居士啊，就按照这个楞严经说，好谈名言，清净自居，都叫居士啊。本来居士不是学佛的人的专称，现在变成了在家学佛的人称居士啊，那是佛弟子的在家居士。国内人民就是一般的老百姓啊，尽其神寿，尽他这一生的身形寿命，随时供养，都来供养这个说法的人，都来听法。又诸声闻比丘佛、菩萨、诸佛常要见之，四圣圣众啊，常常喜欢要看到这个说法的人，那么就是扶持他、加持他的意思啊，帮助他使他说法顺利啊。世人所在方面，诸佛皆向其处说法。这个说法的人修五种，这个五种法师修的五品，得到六根清净的人，无论在什么地方，佛都向他的地方，他住的地方啊来说法，那使他得到佛法的利益。悉能受持一切佛法，他听到佛说法的之后啊，都能受持佛的说法，都能如法修行。又能出于深妙法音，他又能善说法，很深很有为很奥妙的法音，他都能够说出很自然的得到使众生得到广大的利益。这是色根清净的长文啊，偈颂比较长了，说不完啊。我看今天呢，只是讲到这个摄根清净的长文说完啊。尔时世尊欲重宣此意，而说句言，
聚众以下，我们留下次讲啊。这个六根清净啊，人人都有办法修到的啊，总怕你不肯用功，肯用功没有得不到的啊。在我们中国佛教的历史上，慧思禅师，隋朝智者大师的老师啊，慧思禅师得到六根清净啊，得到六根清净就是初性到实性位了啊。那么原教初性到实性，那么到七性就能够断见思惑啊。所以像慧思禅师，他就是六根清净人，而这个智者大师啊，他临终要往生的时候，他的弟子请问啊，说大师这一生的修持功夫啊，得到什么样的位置啊？那么大师他说，如果我不领众的话，能够得到六根清净，因为领众啊，就是对自己自修方面呢、啊，比较没有那么多时间了、啊，只得五品位，啊，得五品位，所以智者大师啊，他还没有得到六根清净，得到五品位啊，这是观心即佛。像近这个明朝末的这个藕益大师，他得到明示即佛啊，所以他临终的时候，往生之前，他有一首诗，后边两句说啊，明智未终真佛言，未知彼境复何人。那么就是说，藕益大师是明智即佛啊，是明智未终人，还没有到达这个五品圆满，就正在修五品的时候。智者大师是得到五品成就的人，进一步就可以得到六根清净，可是因为他临终啊，就没有得到六根清净，可见这个临终修行啊，对自己自修也是会受到影响的啊。慧思禅师是得到六根清净的，他有许多神妙的这个表现呢、啊，在他的传记里面都有所记载，所以这个六根清净是可以修得到、可以成就的，尚且要成佛，何况是五品与六根呢？啊，今天指导摄根清净的这个长文，聚众下次讲啊。